阿波罗政治人物长得特别像什么？大家知名的人物可能也会成为焦点了。我们来看看，这是网络温度计最新的声浪评比。这个声浪讲的是什么？就是说来选一选，你觉得这个政治人物一看到让你想到谁呢？其实第一名，我们来看一下了。讲到王世坚，你会想到谁？第一名他就是冠军，你看他的声量来到了17000多，大家讲的说他像恰吉。第二名是总统蔡英文，像尤达大师，这个他自己也会开玩笑讲过。再来是韩国瑜长得像饶国华，那我们现在看前面这两个有多像，准备好了不要吓到，我自己也觉得真的很像。尤达大师像总统蔡英文，其实大家也常说，这个蔡总统之前拍影片的时候也有这个尤达梗来笑过嘛，代表他也觉得说 OK 啊，大家觉得像，我觉得也没关系，就会心一笑。那么这个恰吉更不用说了。科黑头号第一人王世坚，但比起他的科黑事迹，大家看到他就是像恰吉啊，就说呢，你别再闹了，根本是神复制。好，那么除了这三个人呢，就是蔡英文、王世坚以及韩国瑜之外呢，大家觉得还有哪一些比较相像的？我们就来看一下，也是网友觉得有趣的。有人觉得说柯文哲像费玉清，或是黄国昌呢，也像这个别的艺人，还有陈其迈像蓝奕明。而最近比较具话题就是这个柯文哲的心腹蔡碧如，好多人说像林郑月。甚至那阵子还有个图，就说你分得清哪个是蔡碧如，哪个是林郑月娥吗？那么徐小欣也被说过了，说她长得像邓丽君。那么游淑慧说像林志玲，那么林长佐也被说过像萧亚轩的。只能说这些人呢，大家就说真的是太好笑了，跨界撞脸，所以很多人乍看会说怀疑自己的眼睛。这是网络温度计最新的声浪调查表。